这个大陆的官媒说啊，在 IG 辱骂张俊令的有一堆无效账号。好，为什么大陆的官媒会去帮张俊令讲话？翟宣武的研判啊，哈，我请问大家，辱骂张俊令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？嗯，有没有可能是1450？就跟前阵子那个小 S 的事情一样。嗯，这个认知专家说，哎呦，哎，大陆他们在搞分化啊，他们要你选边站，是大陆要我们选边站，还是有遏制的1450？如果我是一个假设啦，如果今天是1450，因为那个是查得出来的，如果你从 IG 去追他 IP 查出来的，是不是我们台湾人在搞台湾人？才是不是你的网军？赖清德都质疑你有网军啊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是谁在修理张军？你是真的大陆的网友吗？还是台湾的网友去反串的？我只要电脑改输入法用简体字，我去羞辱他，是不是台湾人在搞台湾人？翟宣武，我真的觉得这太可怕了。